老同学，终于等到你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公司破产了，追债的人每天都在我家门口。你需要多少钱？我需要10000，一个月里我肯定还给你。我这张卡里有10000，你先拿去应急吧。谢谢老同学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喂，弟弟。姐，咱妈出点意外，在医院做手术呢，这需要钱了，你看怎么办呀？弟弟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就想想办法。喂，蓉蓉，你之前欠我的10万块钱什么时候给我呀？这都一年了。我能差你那点钱吗？我只是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容我还2天我就给你了。哎，你林哥，我今天刚换了一辆新车，晚上庆祝一下。行，来，恭喜。哎，张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。打电话？你手机都把我拉黑了，我怎么给你打电话？那可能是手机有问题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。你欠我的钱有一年了吧，也该还给我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前两天刚投资了一个项目。我家里出了点意外，急需要用这笔钱。那过两天啊，我给你送过去。我真的是有急用，不就欠你点钱吗？你至于吗？我是把你当朋友，当初才借钱给你的。行行行，还给你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今天如果要是不来找你，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把我拉黑？钱都还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当初借钱给你是让你翻身的，不是让你跟我翻脸的。朋友有很多，真的假的？能成为兄弟的人又有几个？从不说感谢。